小蝶，我要吃你夹的菜，我也要。你是三岁小孩吗？这也比，自己吃。网上的消息，你都知道了？拜你所赐。现在网上消息铺天盖地，小蝶怎么好像一点都不知情的样子？你做了什么？不关你的事。这么说，你的确是在帮小蝶，为什么？ 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我帮他，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毕竟他现在还住在我家。我已经跟公司说过了，会全力帮小迪压下负面舆论。小迪只有跟我在一起，才能真正保护他。你凭什么？你不妨仔细回忆一下，林小迪的哪一次危机不是因你而起？你的不打扰，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保护。 陆雨恒，你的反应是不是有点过激了？你不是对小迪有别的想法吧？我的想法不需要被你知道，你只需要记住，林小迪不能离开我家。大神今天怎么回事？居然把赵慕然放进来了。 两个人说什么呢？真严肃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切个菜都能割到手。疼不疼？去医院吧，别感染了。 受伤了还笑，看来你是真的不疼。不是，虽然有点狗血，但你们不觉得我们像一下电视剧吗？电视剧？对啊，一般偶像剧都是这么演的。跑步必摔倒，咳嗽必出血，切菜必割手，两男争一女。我就是那个女主角。你是白痴吧？ 我看你不是伤到手了，是伤到脑子了，丢人！哎，你看来伤的也不是很严重，自己拿药先包扎一下，顺便把脑子里的水放放。哎，哎，不是，这个节奏发展的不对呀！我是女主角啊，你们俩不应该抢着给我包扎吗 ？Excuse me。 别挑食，多吃点青菜。我不爱吃。不爱吃也得吃，你胃不好就得多吃青菜，快吃。乖，多吃点啊。小蝶，我最近嘴唇特别干，医生让我多吃维生素。哦，那你让医生给你开维生素啊。 别老吃面，西红柿也得吃。知道了。医生是让我多食补，多吃青菜。这么多青菜呢，你吃啊。小蝶，我要吃你夹的菜，我也要。你是三岁小孩吗？这也比，自己吃。 多吃。